天气，所以唔知在个弄坑那里啊。又火会把我毛烤坏的，你不懂就不要管我的事啊。看一下，还好没有烤坏。妈，以后年轻人的东西先问一下再帮忙嘛。你还不管那个事了？哎呀，他们你还不管那个？哎，婆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哎，老人都像小孩一样敏感的，一会儿就没事了。那我先帮你吹干一下吧。爱恨交错不停的轮回。喂，老公，一会下班你买个烘干机回来吧，回南天家里的衣服都干不了。叫妈帮你烤一下就行了，烘干机不用钱啊，而且又费电。可是，哎呀，我要忙了，没空跟你说了，挂了。那衣服吹干了，赶紧穿上去上班吧，一会儿要迟到了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生柴火味啊？是吗？在农村买再好的衣服有什么用？你懂什么？这是生活的气息。得了吧。快点，小美，等一下车就来了。好。哎，兰姐，你这个烘干机哪买的？你也要买吗？是啊，现在下雨，那个衣服都干不了。你看一下这个合不合适？反正搬家我也不要了。这个不好吧？还是另外买一个吧。你告诉我在哪买的就行。哎呀，反正是要买的，你拿去就好了。你不要我也是扔掉的呀。那帮我给你买吧。看一下这个钱够不够？哎呀，买什么？你这么乐意做的，难道我兰姐就忘恩负义了？那行吧，那我就收下了。一会儿又开了，拿回去吧。去了哈。